你腰屁股怎么翘啊？屁股屁股是啊是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没说有反应啊？不紧的。好像生一个小虫子的。对，我感觉到它在里面动，感觉在里面动。感觉什么？就好像你我们的那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蕊，我是喵喵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哦，是我们特地哦来到泰国哦，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这个抓龙筋这个东西啦。对啊，马来西亚应该也没有这种抓龙筋地方，可能有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啦。可是当然要体验正宗的，就是来到这里啦。对，因为我们也是有看到有外国的 YouTuber 也是有来这里体验，嗯、然后是在这一间是叫 Luck Thai Massage Center 啊，地址就在这边。可是我身为男生呢，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按摩抓龙筋哦是安迪嘛，我们也会怕嘛。小姐，嗯，咩事公子？就觉得如果一个男生哦给他按哦，我也不知道他其实是到底抓我们那边还是弄我们附近的部位，可是我觉得会敏感啊。如果今天我给一个安迪按到我硬啊，我会觉得我很没有面子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没有硬，你才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你的思想不正常。OK 啦，好啦好啦。那么除了我来被抓龙筋之外呢，啊，我的女朋友今天也是会来体验她被抓龙凤啊。你什么感觉现在？期待，我是期待更多，因为没有听说过抓凤。我看 video 是他们会按你的那个那边的。哦，我就觉得 OK 啦，就是 relax 吗？那么其实哦，我们今天是在泰国已经是第四天了，然后我们的泰铢咧几乎都是用完了，不过可是好彩咧，我们就带我们的这个 credit card 来。平时啦，我的女朋友咧跟我咧就是我们一起分担还我们的这个 credit card 的。可是哦，有时候咧她买东西比较多，尤其是说买那些 shopping 的东西啦，来泰国花啦，她花比较多咧，她就会自己去想办法去还清。对啊，尤其是最近她真的买太多东西了，她自己有想办法还清， so very good。因为我用 Opta FX， 所以我自己零用钱的自己花多少就自己 settle。先说明哦，这个平台只设21岁以上的人哈、哦，所以如果21岁以下的同学哈、哦、啊，你们可以 skip 过这一段啦、啊。OK， Opta FX 是一家获得50多个行业奖项的外汇经纪商，而且 Opta FX 是被 SEC 认证的哦。如果是 Android 用户或者是苹果用户，都可以到 Play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下载他们的 Apps 哦。啊，这个我最懂，这个我来解释哦。尤其是给那些第一次进来的用户咧，你们会看到很多上上下下啦，很多不同的数据啦，又有红色、青色，搞得自己非常乱。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有提供不同的专业培训，包括一些市场的 tips、线上研讨会，还有 live 教育等等。还有仔细多加留意他们的每日市场分析啊，久了之后咧，你们就慢慢会越来越懂了，越看越简单。我为什么会会的原因呢？如果用户们有遇到问题想询问的话，可以问他们的 support team 哦，他们会帮助你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而且这次有新的 CFD 股票，包括 Apple 啊、Tesla 都可以购买。现在第一次登录用我的 promo code， 除了可以得到 100% 的 deposit bonus 之外，还可以额外得到 50% 的 bonus。连接和 promo code 都在 description 下方哦。那么再次提醒大家，一定要斟酌的使用哦，毕竟投资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，大家可以慢慢去了解，所以赶紧去到下方链接那边点击下载啦，用我的 promo code。So is it okay if like when I do we do a video inside? I cannot keep camera. Oh, no camera inside. When you doing it? Okay.哈哈，所以他们已经换了 LOL 了，是讲说不能够录，可是、他有还是很好的说，就是他会跟他老板讲一声，交代一声，看能不能够谈到啦。说、so, ，可是当然了，到你们看到这部影片肯定是有了的啦。啊 ，OK。The next day。OK， so yeah， 我们第二天就回来了，因为他们 OK 我们拍摄啊。先讲讲好处啦，那男生抓龙筋好处呢，就是提高我们的性功能啊，给我们啵啵更厉害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的精子更活跃啦，就是助于我们要有 baby 的啦，然后啊，肾虚腰痛。
小便等等这些男性功能障碍都可以解决。然后女性抓凤颈的好处呢，就是滋阴补虚啊，就是让那边比较多水啊。我不懂啊 ，OK， 疏通水道啦啊，然后就是预防下垂，应该是哪样？美白、护肤、丰胸、补气补血，就是基本上女性需要的这些健康的东西啦，都会有。OK， 好了，所以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按摩师是怎样的，所以我们等啊，真的不懂会不会硬哎。我们再给观众看一下啊，60分钟就是2200泰铢，就是多的两个人就是4400了。2200泰铢应该是差不多300嘛？对了对了对了。哦，这个就是有包括了，就是一次性手套，就是卫生哦，然后有能量石啊，让我们那边更有能量啊，然后还有100%的这个椰子油。Baby， 他会不会看到我那边的时候讲我小条？可能他刚刚又跟小条啊。哇。OK， 他刚刚就有跟我讲，这个房间这整间哦，就是我们的哇，我觉得这个钱已经是觉得是值得了。还有冲凉，所以这边是给我们男女一起冲，然后那边也是可以。哎，这个是冲凉。什么男女一起冲？你是冲凉？哦，我是冲凉。OK OK， 可是就是等于我们给了钱，就是for这些服务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已经冲好凉了。先讲一下我的状况啊。我的状况现在就是我一直在跟我自己头脑讲，不可以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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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现在已经是很正常的状态啊，反正安迪来嘛，我觉得我有50多岁，应该是 OK 了。哇哇，直接哭完了，死了！我的 editor 已经看到我的屁股了。哦，现在应该是按摩先。他会按你屁股。什么来的？哇，你阿来？对啊，你不是可爱，不融入吧？哦 ，OK。那观众，我等一下也是会问他一些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英文没有讲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会以字幕翻译给你们呢。我现在一直照着你。哦，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椰油咯。屁股也打开了。红土你那也怕啥开卡？不打啦。你嘛，红土可能没些卡。你他穿手套了。对，然后就现在是一个热热的那个石头。屁股怎么翘？啊，屁股，啊，这么有这个东西，哈哈哈哈，这个真的是个，哇，拉威 ，OK， 哇，抓着我整条那边，我以前开到很大的那种，然后现在抓着我下面，不可以硬，不可以硬，哦，他在我的起物跟屁股洞之间的那一条线那边按穴位，哎呀，是这样感觉来的，我很爽啊嘞。我觉得我硬不起来，又是有点痛。可是它是有技巧的捏球哎，因为平时我们自己捏哦会很痛，可是它就是那种捏到又你不觉得很痛的。它现在哦，它现在抓到我那条，它现在捏着我那条。你可以等我一下。你好看。哇，放石头在我屁股里面哇！哇，真的要控制自己了，真的。他现在弄哦，我有点怕会硬。啊，现在拿那个布一直弄着我屁股洞哦。我拍到你屁股。哇，够力了。我的李德会看完我的这些 footage。这是我第一次哦，屁股洞这样子面对着人家。Yeah， 除了你了。就是屁股洞面对着他，然后我的球这样子吊住，像那个真的像那个狗啊。他好像在找那个穴位这样。然后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它按进去啊，你会觉得整个肚子哦很酸，然后又很想要放屁，不管是不是它在排那个气一样哈，舒服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，刚刚它不是一直按我肚子，其实我的人是很常放屁，会觉得肚子很像每次会胀风，可是现在我跟你讲，我整个肚子啊感觉好像里面没有气啊，就我现在要。放屁不是就放不出来，因为之前我是那种你要我放屁我几乎可以直接放给你，可是现在就是
没有这种感觉啊。有。哦，我们开始啊，现在。对。OK。他现在就是一直换 glove 了，我觉得他刚从刚看到现在已经换了第五六片了，很卫生啊，这样子讲。掰开你了。哦，他已经打开我腿了。OK， 就是这样子，这边弄这边子嘛。所以刚观众，你刚刚看的那个外阴哥哦，是有布已经特地拉下去了，现在是真正弄他，其实还是一样会把布就是拉回上去的。哦，他真的好像很会抓那个穴位哦。嗯。Annie good good OK。Good， 安妮，啊 ，OK，OK 啊，这样当做他讲我的那边算是正常的了，很奇怪这种感觉，我女朋友录着我，被别人按我的部位，哇，他把我的皮拉下来，真的有，有，那，死定了，一定要硬了，死了，这个会硬了，他现在是在帮我按捏着我的那个龟头。我觉得我要硬啊，是哦，跟你讲真的 ，baby， 所以我要硬啊。不停的，这样子按，按，摸，再摸。我真的一直在考验我自己，现在就是在跟自己讲，不可以硬，因为我们不要讲说以变态的想法去想，只是因为他真的太舒服了。你讲不要以变态的想法去想嘛，那你自己已经把自己框在就是不要硬，可是这是很正常的东西，明白吗 ？OK， 好，不去想，开始享受。这个叫做 manual 的方式来去审视自己。他现在是拿那个热石头撸我那边，很舒服。好了，现在就是轮到我的女朋友啦，她现在就去冲凉，也是一样啊，裸到完了，然后就给她按。说法我体验完了，我觉得整体上我觉得。肚子方面很舒服，然后那边目前为止就是觉得比较 relax 哦，比较 relax， so 希望当然就是对我的身体有改善啊，因为人也是比较累啊，担心有肾虚啊这些，那这个是可以帮到的啦。好，所以现在就是等我女朋友了呢。我现在是很期待，先打屁股。好，现在已经是在翘着屁股。给他，我看我能够拍多到那么一点点。现在暂时就是这样一个画面。姐，你感觉如何现在？我现在是在我的妹妹那边。哦，她涂你妹妹那边。妹妹的线那边旁边哦，旁边那一侧。我帮你看了，我也是很好奇。现在轮到我来看她那边，就是江北岸的。哦，真的哦，怎么这个画面很熟悉这样啊？还有摸到就是外面的那个会敏感的部分，对啊，是吗？是一点点，那有点隔离这样，哦，但是舒服。所以你觉得我比较厉害，还是他比较厉害？现在是安胸部的这边的色料，对，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布盖着他的，他按着他的胸，然后现在一样哦，是不是肚子啊？对，我觉得他这样子按摩，很像我妈咪以前哦，小时候帮我啊擦乳霜还是肚子进风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很爽，很可爱哦。啊，哦，现在他推着妹妹上来，是舒服的吗？是舒服的，哦，他手伸进去中间了。啊，现在伸进去，我看。哦，他在弄你的那个皮，就是那个左右。啊？哦，有他进去。有他进去了。进去。他去伸，他好像伸一个小手指的。对，我感觉到他在里面动。感觉在里面动。感觉就好像你我们的那种。奇怪，还是讲暗哦，很神奇耶。现在是感觉什么？感觉就是有一个小小只的东西在我的洞那边，很舒服。其实我这边看到哦，是他把整个手指哦已经伸进去了，他的中指整个伸进去了。然后就是他真的感觉到放进去啊，因为我这样看是，哇，真的放进去哦，差不多这样有这样一半一只手指进去。真的很舒服到啊！我刚刚睡觉去，太舒服了。就算那边是什么感觉？他弄我那边哦，也是很舒服，很温柔这样子，就是去
塞阳它很舒服，而且没有一点痛痛还是什么，就是超舒服，而且有点敏感，给力给力。哇，那贝贝他们还会就是按摩好了，准备饼干给我们吃，因为刚好我们也是肚子饿这边。OK 啦，好啦。Overall 这部影片我真的建议你们，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尝试过这种按摩的，你们可以来 try 一次啊，就是体验一下啦。我觉得大致上我可以感觉到，就是我身体的目前的改变，就是当然第一非常舒服，还有肚子的那个胀气没有了。对对对，过后要看一下 result 好不好嘞啊，我们就我们要 testing 一下啊，然后啊你们就 follow 我们的 IG 啊，我会再给你们之后一些 feedback 啦。可是我觉得当然靠一次是肯定没有这么的够啦，可是。Who knows, right? Okay. 他弄到我下次来泰国还是想再来。对，真的很舒服，超级舒服。久久一次来花一个300块 for 一个我们讲 ultimate 的 feeling 的这个按摩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他帮我按了过后，还放油帮我按了按，然后按完了过后，他就用那个四热的那个布帮我摸屁股嘛。他摸屁股的时候啊，很像 baby， 我是 baby 这样的帮子，很可爱。所以当然就是我们按完了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想按 full body massage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时候身体会悠悠，然后接下来你要去逛街这些就比较麻烦啊。可是这里就你们很放心，他会真的是用那种热布抹到很舒服，然后干干净净，几乎就是不油的那种了。好了，喜欢这一部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然后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，尤其是那些有飞来 Bangkok 的，可以来这一间啊，因为不多间有这样子的服务。对。对，而且他们是很专业的。专业。OK 啦，好啦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拜。